公安支队、人家队到达现场，并对现场进行逐步排查。看完，大家能看到这里边的裂缝，这都是地震造成的。上面到电梯回来，完了说地震了，我就想回走。到家伙，反正我这点砖是震倒了，我是给他捡起来当看人。发给我。像我们搁地里头干活根本就找不着。